最深刻的一句啊，这个很难说，那太多了，而且没有罪，我觉得就是每一句加油爱你我觉得都挺深刻的。最近他们都在帮我投票呢，你就好听一下，帅帅一件用了很久的小物摆在那里用不上，但现在也不是什么，没有最尴尬的。去年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一上台就忘词儿了。对，多给自己点指导，当时100分。最满意自己关的？嘴巴吧，啊。可以。就这个就让别人说了呗。如果不做演员。我没想过。我现在属于说的话，也没想过。用两个的表情扮演男神，男神呢就是这样，男神经呢就是这样。就是告诉大家，每个人都有两面，都有不同的面。很满意我上次回成都开演唱会的那一次，啊，我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，啊，在自己的家乡的一个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，觉得非常开心。初吻的感受，跟你一样。我初吻。啊，你初吻还在啊？那对啊，对啊，我也，咱们都一样。